台北爵士音乐节里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节目，就是我们将在台湾的恒春民谣的曲调跟美国的蓝调结合。那我们这个节目就叫做《台湾蓝调在南方》。那很多观众朋友来到现场，或者是在之前的媒体朋友，他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活动之后，他们会感到非常的惊喜，会觉得说我们是怎么样想到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我就是要去，你看我昨走出门啊，走五点钟来到这，我是要来这。啊，你就是要。对啊，啊，我说我们那都是有我们要来冲浪的，想来佚佗啊。我不是，我是要追寻那个。你看我们写说。寻台湾的根。我们写什么呢？我说，我老是听解哈，我讲他们一样看不懂五线谱，他们一样漂洋过海来到新故乡。他们一样是将未来寄托给险恶的海洋，他们一样在毒辣的烈阳下开垦出希望，他们一样有着精彩的故事与丰富的灵魂，他们一样唱着描述乡愁与写实困苦的曲调，他们一样在琴弦上拨弄出属于自己的依靠。那咱们也是原在，因为我们的调一遍对不？啊，后面就换成吴老师的调，同一首歌，那是加进钢琴哎。我们要有即兴的准备，就是随时可以用的。即兴的说，台湾公园，台湾公园哦，好风景，三明治是自然型，这是每日游客来无停。这是咱台北人的大公园。台湾公园是好风景，出发点就是我们是土生土长的台湾小孩，就是我们是台湾人，台湾囡仔。所以我们对于像这样的音乐其实是可以说是从这个一出生就已经将这些音乐的声响，比如说像这种台语的或是台湾的歌谣民谣这样的一个声音，其实是非常深刻的。可是即便是连我们都没有从小就把它想象成在一起，所以在当时的时候我们跟很多的音乐家在聊天啊，就是在幕后在这边闲聊的时候，他们就突然就问了一句说，那你们在台湾有没有类似像蓝调这样子的地方的音乐的类种？那我就突然之间想不起来，我说有啦，我们之前有类似像歌仔戏或者像布袋戏，歌仔戏有像一些韵脚，可是我们因为之前合作过像歌仔戏飙爵士啊，跟汤美云老师、刘文阳老师合作过像这样的节目的时候，那是一个面向，当然是他的传统。但没想到这位音乐家呢，这位南非音乐家呢，他就说 OK， 明天我们会再见面。他在当天晚上呢，他就跑到了这个 Google， 就是跑到这个 YouTube 上面去，他就去找了很多很多的 Taiwanese folk song， 类似像这样。
然后他就隔天来的时候，他就在电脑上面秀给我看，说：“哎，这个对我来说听起来是 blues。”那我们一看，哇，就非常的惊讶。为什么？因为看到了一位老先生，然后他就弹的乐琴啊，这个比歌仔戏还要再往前，那个是来自于恒春的古调，也就是歌仔戏，我们都知道它是可能是来自于，比如说是宜兰呐、啊，啊，北台湾呐、啊。可是南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声调，其实虽然他们的来源都来自所谓的唐山过台湾，可是其实你会发现，这是来自南台湾的这个背景不太一样。也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他提到说，他们有很多所谓的罗汉卡尔哈，然后他们就是单身的男子，然后横渡这个台湾海峡来台，然后他们工作辛苦的工作，然后可能是无妻无子，然后最后就是客死他们认为的异乡，所以他们所唱出来的这个歌曲就非常的沧桑，所以这样的一个音乐的感觉完全就跟美国的蓝调啊，这种北美洲的蓝调是不谋而合。那我们竟然很惊讶的，就是也可以从这个一个第三者，也就是说从南非的音乐家的角度来，可以听到说，哦，原来他们觉得这个是 similar， 他们觉得是一样的东西。那因为他常年他也是都在进行这个恒春民谣的教唱的工作，
所以他就会很热忱这样啊，就是跟大家说，我跟你讲哦，就马上要搞。像我们那个合作的这个帮我们，就是我们接待的工作人员呐、啊，就是我们爵士节的工作人员，就是说我不太会，老实我不太会讲台语，就他每次遇到我就说，我今麦唱给你听，我今麦个唱不讲古，你听你听看买你干嘛安怎这样子，然后他就是这样子一直很热忱，很热忱。然后跟我们聊说他以前是怎么样的工作，或是以前是怎么样的事情。他们都不是所谓的音乐科班，他们也不是每天都在演奏音乐。他们其实是在他们的工作之余，或者是他们的闲暇的时候，他们就拿起乐琴，然后用他们的前辈老师教他们的方式，然后即席的唱出来，非常非常的蓝调的感觉。其实遐音乐家行啊袂，我干啦，我家己在顶面。我即马，你叫我开始唱，唱了你就开始，你唱了，我就开始停，我就开始安尼。对，你就这个节奏啦。好，试看卖。对。哎，你就这个节奏。这个速度节奏。哎，速度节奏。爵士乐的即兴跟蓝调的即兴跟恒春民谣的即兴其实都不太一样，就他们的即兴是他们的曲调都一样，可他们的歌词会填入不一样的感觉。那是不是就跟蓝调 blues 的想法是一样，他们的 blues 的 scale， 他们的这种音阶都是一样的，然后他们的格式都是一样，可他们每次就填进去不同的唱法。那跟爵士乐的即兴有什么不一样呢？爵士乐的即兴就会变成是我会在每一次固定的和弦的进行跟格式上面来讲，我会重新创造出一个新的旋律。所以我们在处理恒春蓝调的，所以说恒春调的这个状况之下，台湾蓝调状况就有点像爵士乐手去看待蓝调的做法是一样的。我们就把它的元素加进来，然后我们去改造它，我们去重新组合，重新去拼贴它，重新去发展它。那也藉由这样子让大家感觉到这个爵士乐跟蓝调乐跟恒春的音乐的可以融合的地方，我们希望能够有一种方法的表现出来。Okay, this is the one of the last part before Ling Nong Toy. Then he will teach the audience to sing the very original song again, but one phrase by another. 我们要来到恒春里面，这时候我们要欢迎我们的陈达传人，我们的恒春古调的传艺歌手，让我们欢迎吴登荣。Thank you.
在北港的台，公阿英啊，Thank you.
恁一家人，我一家人，啊，一家人，我才有去调来唱歌，来唱四四支，哦，四支来调安尼吼，啊，来预备，来预备，是吗？向阿弟，对，开头就是这样。大安公啊，好风景，山边水秀。你要突然冲上去追秀啊，也可以，也可以哈。啊，追秀啊，那是听较稳啦。啊，但无啦，你只叫天空飘什么追秀，下来住，热那心啊。因为大家欲罢不能，所以他又叫大家一起合唱。那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是很感动，他叫大家一起唱，大家一起唱，然后借由我在旁边跟大家用台语跟国语双声带的一个解说，然后加上英语跟台上的音乐家解说，他们就了解说啊，原来这个就是所谓的台湾的蓝调。